在台湾要做非常多的认证，我们想要给大家一个很安全保障的一个产品。 Acer 是一个有责任的公司。好，我很高兴的来到 Acer Power Bar 的一个体验会现场。那因为我喜欢露营嘛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出去的时候都会带一个锅炉啦、冷气的设备啊，或者是热的电毯。那因为其他后面有五个输出的口可以使用，所以我其实蛮开心的。以后我的手机只要随手的往机器上面一放，就随时都可以充电。它竟然可以有不断电的系统，比如说如果刚好停电的时候，我们肠道中心那个呼吸器就会暂停。如果有了这一台呢，它就可以不断电，然后呼吸器呢就不会停止这样子。我今天看到 Acer Power Bar 本人，我觉得它长得很美，然后白色质感也很好，我觉得很赞。